哦，舒服啊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饥饿鲨世界。今天我们这一集啊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大白鲨啊，最经典的这个鲨鱼大白鲨来过一下我们后面的关卡、哦。那没有意外，这些啊，这些石不是这些，是这个这只大白鲨呢，好、啊，应该可以把我们的石头给撞爆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啦。啊，你看我们要找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应该是找这个区域的下一个部分。好不好？然后呢？他需要什么啊？穿戴喷射 3.0 摧毁12架直升机。不过我觉得这些任务啊，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，除了这个化石之外哦，史派克，好哦。我记得有一个侦测化石的那个道具是哪一个啊？我找一下。我们来带一下侦测化石好了。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好找我们的化石，我们就不用找到窟啊，找到了这个7000块，好了，换一下，我们来找一下化石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好，来了，哇，吃好吃满，而且这只大鲨鱼，我好像有去设定那个攻击力有倍增。所以说他吃人类，其实大概两口都吃掉了吧。啊，其实这个大白鲨它的这个基础数值也非常的 OP 啊。啊，目前为止应该基本上，他应该能吃所有这边的生物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看，看他可以吃哪些生物。然后呢，我们待会捡到地图，应该是可以开启右半边的地区吧？我猜啦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个。啊、哦，我们的这个岩石给撞爆啊！啊、哦，我们往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依旧还是不能吃，好哦，依旧不能吃，好哦，来，冲啊！这边来过了，没关系，这边还有一个要撞的，哦哟，哎，居然撞不掉，可恶！太大意了，这个用钻石做的这个墙壁居然没办法、啊，哪里嘎？哦呦，被炸到了，可恶，居然不行，没关系，别的地方总得行了吧？这个也不行，好哦，那我们去右边的啊，看似感觉能撞，却不能把它撞破，我难过。来，吃好吃满。下面可以吧？嗯，哦，在下面一点，这个可以吧？好啦，至少这个可以啦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这旁边该死的这些，通通都咬掉。该死的人类，是你们先来打扰我的，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哎呦，吃到一个金币。哎，对，讲到这个，我们的化石侦测器到底有没有显示啊？啊，有。有显示啊，但是我根本没有想要吃的意思啊。我们先去找地图好不好？好吧，咱们先来找个地图先。啊，化石突然被我放在一旁了，搁置了。其实讲真的，它那个化石显示的方式其实也不够明显啊，就一颗小圆圈这样子，一颗小小的圆圈。啊，你这样子真的呢，很不起眼呢，谁会去注意到啊？很少会去注意到吧。好，右边的我都还没全部撞完，我们还是先优先撞右边的好了，就是这一个啊，紫色的可以刻了，非常好。这边，哎，我过头了，这个，哎，为什么我一直过头啊？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好，撞掉了，可以。有撞掉了，行。再來就是上面这部分，啊，这一定要牺牲自撞一下吗？有咬掉了，哇，痛 ，Yeah my， 我快死了，大哥。哦靠，我腰嘞，我死了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我就不相信。好、哦，完成任务，吃掉6个蓝鲸哦！居然有这个任务，我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至少完成了，很好。
只要咬三下，咬三下才可以解决啊。没有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啊，亚特兰提斯没有。哦，这边没办法看字幕。黄金大冲刺，所以说地图到底在哪 ？Hello， 我想要的地图会在哪里呢？别再躲啦！对，绕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看见呢。啊，找到了！地图原来就在这儿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小淘气，超级调皮啊！我说，你能否就别这么调皮啦？调皮鬼！咦哈，找到地图啦！然后能干嘛？地图就是标记这些东西在哪里啊。最后一个啊，我吃不到那个，我撞不破啊！完了，我们现在只能依赖化石吗？但也不可能啦、啊。到底是有谁能够撞破那种东西？还是你跟我讲说，那黄金冲刺才可以撞破？他这边写需要更大的鲨鱼。我们哪里有更大的鲨鱼呢？是不是？你在给我开玩笑？我还有更大的鲨鱼吗？就这只最大的不是吗？还是说别只鲨鱼有别只解锁别只解锁的任务呢？可是也不太可能啊！我都依照这些任务慢慢走呢，就是能够解锁的都解了，应该是没有漏掉才对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饿死了！410万，哇，吃超久了、欸，天啊，吃超久了、欸，哇，拿到多东西啊！啊，其他的像是化石那东西过不去啊，这怎么办？我看我们拿到什么了？啊，是什么？庄田爆发速度增加10000，哇，这个可以加好多、哦。帽子，邪恶小丑帽头目伤害增加，哦哟，整装待发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拿了非常多东西，我来看，这该怎么办嘞？那、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好像没有钱不能买的是哪一个啊？我忘记了。啊，是不是这一个？啊，不够钱啊！飞行员套组，飞天宠物来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它左下角显示那什么东西，看不懂。没关系，现在多了瓶中心任务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解了，就是这个了。啊，原来是要先找到地图才会有瓶中心，来解了。啊啊！你们太可恶啦！咦哈！哦，爽，什么都吃。什么都不奇怪，吃好吃满，哦，舒服啊！好，这里有没有？林北都来这里了，答案是没有。我好像吃了200万了，好快哦，很快很快，然后也很快死，
林北真的快不行了，我去，我又知道，哎，终于，所以我说在哪里，在这个下方可以，我来了，林北要救我们的鲨鱼亲戚了，谁敢欺负我们家鲨鱼？啊，就等于针对我，哇，一次来三只，我会死。哥哥，这样子我会死掉，哥哥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鲨鱼怎么长这样子啊？这是鲨鱼吗？哎呀，怎么爆掉了？它被炸死了，它被炸掉了、欸。哇，体型跟我差不多大，这是什么来者的、啊？万一把它咬死就是了，咬死你就对了。还有一只，这种鲨鱼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、喔，可是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看、啊，把它咬死就对了，赞！哦耶，新鲨鱼！哇，那个鲨鱼，哇，这个鲨鱼更屌哎、欸，看起来更凶悍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它可以撞下一个区域了，太棒了！我们的鲨鱼呢，全部快要解完了，大概还差个七只左右吧，就结束了。那我可以直接这样离开吗？我好像不能离开的样子，是不是？不能选择结束这一局吗？哇、哦，撞爆直接这样子，黄金冲刺！呀，咬啊！我要飞上青天，上青天 ！Oh yeah，Oh yeah。超级大风压，啊嗯，我们看一下最上面有什么，过不去。然后这是我们的，嗯，很可爱，非常的可爱，在空中飞，空中摆荡，高追高追，还不死啊！右边有化石。重点是我撸不到，过不去，何来化石可捡？我已放弃。但我也想要自杀来说真的，因为我想要看新的鲨鱼长什么样子。我要自杀了，快点杀了我！分数不是重点。啊！粉碎，来看新的鲨鱼吧！巴拉巴，哦耶！哇，巨齿鲨，原来你就是巨齿鲨，这个才小儿科啊！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们那一只啊，我们要去用化石拿出来的这个化石鱼。哇塞，巨齿鲨 ！Oh my god， 更凶狠。更凶残了！我的天啊！哇，这只也很凶残，这么大只，好吧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哈。下一集用这只鲨鱼啊，各位期待吧。这只应该可以把水晶墙给撞破了，一定绝对能够撞破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小朋友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鸡和鲨世界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